那个颈椎，感觉颈椎痛，后面颈椎痛啊，是那个非典一架一架过来，非典一架过来我就会，要确认一下，一架飞过来确认一下，每次确认的时候我就往后仰一下子，非典那个在，那个太大了啊，往后仰一下子的时候。就非正常的体格，然后养一下子就养痛了啊，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知道这个一个情形啊，就是我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啊，都是在关注的啊，所以引起了那个养起来看的时候引起了痛啊，好知道了，下次我就在远点地方看啊，不要太近了，太近了以后，那个视野就站不下，只能往后仰啊，知道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